这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，讲讲讲，这里个呼吸站的一个三楼的房子的朝东，再一个看一下，朝东的窗口，冰箱、书桌、床、衣柜，这边有个卫生间，这卫生间进去，空调在这里呢，卫生间进去，马桶。洗脸台、卫生间洗脚还可以大，还有窗口通风好。这卫生间你看下房子，冰箱边上一个厨房区，这个是鞋柜，然后厨房就当然有密码锁，走廊这样进去，还有一个洗衣机、电磁炉灶，这个水压看一下水平，哦，水压好，这房子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很快就安排，这一个一个看一下。我是金公公，